据悉，帅的 VOVE 的成员为 MBC 新剧《伟大的诱惑者》中饰演女主人公恩泰熙一角的朴秀荣送上面试车和应援信息，并写道：“秀荣，你有我们，加油！”表示支持。除了送上可以让所有工作人员都饱餐一顿的面包车，热的 VOVE 的成员尔润和 COG 还惊喜登场，成为熬夜拍摄的朴秀荣的有力支持，暖意浓浓。拍摄现场工作人员表示，朴秀荣在忙碌又辛苦的拍摄现场，总以开朗的模样来面对。 Red Velvet 成员帮忙观看监控来应援的事都知道，不光是面试车，还专门来拍摄现场应援，非常有义气。不只是演员，现场工作人员也觉得很感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哦。